好，那这里面提到的就是说，尊重社会的一些想法，譬如说你如果社会想法就是一定要念热门科系才会有出路，然后将来才会有保障。那如果你要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，其实是很冒险的一件事。
这里的，有没有可能？如果人不是猪的话，所以这样推可以吗？可以推他是猪，所以这个跟那个不太一样。如果改成他是猪就可以，所以可以推出他很笨。如果这里就不行，好，所以这个推它的含运关系是不一样的。好，同学你再试一下，好，就你画看看，就是猪跟人是不同类属的。好，好，另外一个条件句，好，就是刚刚用画的，还有另外一种，有一些句子是有传递性的，它是有点推论规则。好，那最有名的是所谓的条件句，条件句，好。那条件句的话最有名的就是如果天下雨，就前面有，如果天下雨则地湿。要想问一下国企的同学，好，天下雨，好，可以推出地湿。那 if P 好，好，现在 P 成立，所以 Q 成立。那同学如果有工科的，他也学过布林逻辑或是一些写程式语言，像 Basic 或 C， 他不是有条件句的语法吗？好，然后他可能 set 之后开始 loop， 好，就是然后条件句他的一个成立条件。好，我先问你好了，是宜都吗还是什么？这个句子如果天下雨的地湿，好，现在天下雨可不可以推出地面湿？可还是不可？可。好，那如果好，换你答对了。然后如果是这样呢？隔壁的同学，那地湿能不能推出天下雨？不行，为什么？好，地湿不一定是天下雨。好，所以这个规则的话，我们发现，如果你肯定前面这一个的话，可以推出后面这一个。那肯定后面不能传到前面，那如果否定后面可不可以？比如说现在天下雨，好，现在地没湿，所以可以确定天没下雨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可是否定后面前面可不可以？现在天没下雨，所以地没湿，不行。好，刚刚那个可能性还有，所以这里面有一些规则。好，那证明的话可能要用另外一种方式，用增值表，就是每一个值它有真假、哦、然后再用画那个增值表的方式去把它证明出来。好，那这牵涉到比较繁复一点，就同学大概知道一下，有一些句子你常用到的条件句。好，譬如说同学如果看那个，有没有看过那个痞子蔡以前有一本书叫第一次亲密的接触，然后他书一开始他说，如果就算把太平洋的水倒出来也浇不起我对你的爱火啊。然后太平洋的水能够倒出来吗？不行。所以就是我爱你。他的那个推论方式你注意看，他其实第一个是错的，只有轻舞飞扬的那个是对的，就是如果能把浴缸的水倒出来，然后就能浇灭我对你的爱火。那浴缸的水能不能倒出来？可以。浴缸比较可以倒，太平洋倒不出来，浴缸可以倒，可以。所以证明他爱他。所以他这个同学可以回去再看一下，就是说这里面逻辑关系也可以用条件句。刚刚前面就是用概念的方式嘛，所以你在写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如果你去写到条件句的话，你要注意一下它的关系。只有肯定前件可以传递过去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想通一些非形式的谬误。同学可以，上次有一份资料，同学还在不在？那个叫非形式的谬误，上次的老师跟那个教发中心看有没有那个卷宗夹，送你们一个。好吧，一堆资料挤在一起，记不记得上次有一个这个资料，这个非形式逻辑的谬误有没有？然后会提到一些不相干的谬误，有没有印象？
然后我们想用那个周星驰有演过一部电影叫《威龙闯天关》，里面他是讲一个法律诉讼的问题，然后里面有一些例子，等一下想问同学，他因为在法律里面讲的是证据跟一些假定推理，然后有一些谬误其实是就是我们从报纸新闻里面常常会去看到，好，那等一下想问一下同学，它是属于哪一种谬误？里面有三个哈，我先提一下。第一个就是，譬如说我们在语言里面会用一些歧义，想问一下哪一里还没有问过哈？好，问一下若薇好了哈。问一下就是，譬如说，语法歧义哈，这个第三这里哈，阿花很喜欢吃醋哈，所有吃醋都是身体健康的，所以阿花身体健康。这句话有什么样的问题？对，歧义或语言谬误，这两个吃醋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一个是真的醋，一个是假的醋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把它当作是同一个意思，所以就推过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事实上是歧义的，是不一样的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个字是多义，譬如说民主政治政权属于人民，我们是人民故政权属于我们，这是在选举的时候常会听到的语言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人民是普遍的人民，就是你我这样不分个别，可是我们是人民就是个别，那这两个是不一样的，可是他把它推过来，政权是属于我们，所以是一歧义的，歧义把它放在一起。好，比如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然后我们常常听的嘛。然后譬如说一些组合还有分割，譬如说哲学老师这一次上课没有上好，然后就说这个老师上课完全不行，好，就会把它并在一起。好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，等一下会提到几种，就是请同学看一下它是属于哪一种的谬误。好，然后在这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那个威龙闯天关的情节，就我们等一下想给同学参考两段。第一段是那个周星驰所演的叫宋世杰，他是在早期他是律师，那时候叫宋壮师，宋壮师，然后他是一个能颠倒是非，把死讲成活的的一个律师。然后有一个人有钱家的小孩打死没钱家的小孩，然后他要脱罪就找周星驰去帮他打官司，然后周星驰就打赢了，打赢了，可是他每次打赢之后，他每次生儿子都活不过一岁，他觉得很缺德哦。后来他就洗心革面，就帮弱势的人，就是比较没有钱的人打官司。好，所以有两段。好，那同学等一下想问同学，是啊，同学麻烦锁定这个地方，好，里面有，然后我会针对里面的情节来问各位同学。比如说他帮有钱人脱罪的，好，然后等一下会有一段就是那个法官，那个法官坐在上面，他说杨秀珍你原籍山西，为何来广州告官，就是不同区域嘛。然后周星驰就还回去说，那个大人你原籍湖南，为何来广州做官，又是作何解释，就是说那是属于哪一种，属于哪一种，请同学里面有一些都在这里面，那麻烦同学注意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小段。然后这部片的导演叫杜琪峰，好，杜琪峰其实现在是香港很有名的一个导演，他后来拍的一些片跟黑社会有关，比如说枪火、黑社会还有大事件，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看过，就黑道片里面他算拍的很，我觉得很临场感很够。然后这部可能是我觉得周星驰最传神的一部，里面大概讲到官场现状，就是我们常常讲就有钱判生无钱判死，然后他的角色就是扮演这个角色。那想问一下伟霆好了，伟霆就是刚刚讲那个杨秀珍你原籍山西，为何来广州告官，然后那个宋世杰就回去，然后大人你原籍湖南来广州做官，又作何解释，这犯了哪一个没有上次，你要不要看一下那一份，我帮开一下灯，淑珍你看要不要帮忙他查一下。这种回去的方式，譬如说老师叫同学
不要每天上网沉迷。然后同学说，老师你还不是弄到自己要复健哦，每天在那边上网啊，这是属于哪一种不相干的哪一种？啊，好，答对了，你也是，就我们大人爸爸妈妈在跟我们讲，小孩子顶，那你也不是一样，所以好像你也是，那这种你也是是最快的，可是问题没有解决，就是当下那个问题。然后想问一下那个最后面那个同学，哎呀，哎，叫什么名字？不好意思，好，问一下哈，就是刚刚那个他帮那个有钱家的小孩辩护嘛，然后他过去飞身踢了他几拳，有没有？然后他跟那个法官讲说，如果十年八年后他死了，能不能告他谋杀？法官说不行。那你觉得这个犯了哪一个错误吗？这里面的这里是哪一个？把一个人打到隔天死掉，跟十年八年之后才死，这两个的关联性有没有一样？比如我现在揍你几下，你应该不会死，可是给你揍一百下，明天你就死了，那能不能把它放在一起？你觉得是哪一个？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，可是它的关联性又没那么强，是属于哪一种谬误？跟类比有关，是仓促类比还是假因？仓促类比吗？取样过早或偏颇，可是他这个没有在取样啊，他用两组下去比，所以两组去比哪一个？还有一个跟类比有关的，哎，有同学要发挥同学爱哦 ，pass 过去看看，是哪一个？哎。嘿、hey, 答对了，我错误类比。好，就是说 A 跟 B 嘛，好，就是有钱人的小孩子打没钱的，然后那两个一个马上死，一个隔了十年八年才死，然后那个强度不够嘛，就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可能放在一起，法官就说不能判他，不能归咎于他。好，那可是一个是比较强，所以两个的类比物是，所以同学你看有一些类比的方式其实是好不够强，好，所以是属于这个。属于这个，那还有一些，譬如说稻草人在选举的时候，我们要攻击人，我们要攻击 A， 可是 A 太强了，你没办法攻击，你就塑造成一个 B， 然后用是 A 的分身，是他的比较弱的那个稻草人，然后你就一直攻击，一直攻击。譬如说在选举的时候，民进党都会把国民党说他是中共同路人，有没有？然后国民党会说民进党是害那个台独，哦。残害同胞，好，然后导致战争什么，有没有？然后两个开始攻击那个点，攻击完就宣称我已经攻击到你了，其实没有，只是攻击到那个稻草人而已。然后还有一些斜滑坡论证，就是一般在堕胎或言论事情里面都会用到这个论证，就是如果堕胎允许的话，现在已经这么多人堕胎了，然后会导致更多人堕胎。好，那好，所以这个地方，比如说不要进行逃税交易，因为它所带来金钱快乐会使你继续做下去，总之好，就是你做了第一步它就会开始滑下去，然后会更严重，可事实上并不见得是这样。还有一个错误前提，譬如说若我结婚则我被婚姻所苦，若我不结婚则会孤独寂寞，然后我不是结婚便是不结婚，好，然后因此我不是被婚姻所苦便是孤独寂寞，讲的好像婚姻没有一件事好，可是他在前提的时候已经把它限得，就是我结婚会被婚姻所苦，不一定嘛，哈，当然会有点苦，可是没有绝对苦，哈，中间可能还有一些不错的，哈，比如说归属感、亲密感之类的，好，所以这里前提给的太少，好，前提给的太少。那其他部分，请同学看一下，就是如果你在看报纸或看新闻，觉得听起来还有道理，可是又觉得怪怪的，好，再麻烦你来查一下，好，来查一下，比如说不盖核电厂的话，哦，整个就怎样，然后其实是有一些是没有讲出什么理由来的，没有讲出其他理由。好，这个部分大概就补充到这里。
然后我们最后我们想谈的是哲学的功能，也是这一章最后。那最后为什么会谈这个，主要是每次在南台上课哦，不管上什么课，都会有同学问说，老师读这个有什么用哦？然后譬如说我在哲学人生教到艺术与人生，然后我有一章叫艺术的功能，就是在科大的系统好像一个东西没有用，好像没有存在的价值。然后我想谈一下，就是一个东西没有用不见得完全没有价值，它可能有另外一面的价值。然后老师在书里面一开始提到的是小王子这个故事，然后我不晓得同学有没有看过这个绘本，小王子是一本有点像童书，那作者其实是很特殊的，他是一个叫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，叫圣艾伯修里。他在飞行的时候停下来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要出差到一些很特殊的地方，北非啊或哪里，所以他看到一些不同的景物，他就把它画成故事。然后小王子他居住的星球上头有一朵玫瑰花，有一朵玫瑰花。那同学对玫瑰花没有印象？南台哪里有种玫瑰花？同学知道吗？有没有花圃？在这里。哦，同学等一下可以经过去看一下啊，在这里。那同学有没有收过玫瑰花或送过别人玫瑰花？有没有人送人家送菊花的？没有哈，我以前不知道有送过哈，后来被打哈。然后玫瑰花为什么那么瘦？玫瑰花的珍贵地方是它很难种。好，同学看一下，一朵花就在那边拍的哈。然后我用那个单眼，竟然还能拍出景深哦，我也不晓得怎么来的哈，可能现在自动的蛮厉害的。那玫瑰花同学看一下，一般的花你要树叶哈，就是要长得这么漂亮，那树叶要够厚够大，够厚够大。然后如果你营养不良的话，其实是养不出来。那玫瑰花需要大量的日照，如果在种植里面叫全日照，就是它整天要照太阳。所以同学看一栋那个位置是都可以照到太阳的才长得起来，如果半日照它就会长得萎缩起来，然后它很容易得病虫害，就大部分外面的玫瑰花都要喷洒大量农药，不然它上面会白白的，然后叶子一住下去就花就长不出来。好，然后毛毛虫很喜欢吃花，我有一次我家有种一个香水玫瑰，那我很喜欢它的香味，然后每次开车的时候我会捡几朵放在车上当那个芳香剂。那我有一次捡了四朵，从家里开来台南，然后隔天去看发现剩两朵，然后我就怀疑我老年痴呆了，我记得昨天捡四朵为什么变两朵，然后后来发现里面躲了两只毛毛虫把它全部吃掉，我没有发现了，就两只，然后吃得很肥，就那两朵就变成它的食物。然后它需要排水性很好，可是要常浇水，你水浇下去之后如果积在底盘根会烂掉也长不出来，所以玫瑰花是一个很难养很难伺候的一个植物。那小王子在那个星球种那颗玫瑰花一样遇到同样的问题，就觉得很难养，然后又要陪他聊天，然后风太大又要做一个保护罩把他罩住，他觉得很烦哦。然后他就觉得说，你真是一朵很难伺候的玫瑰花。好，玫瑰花。那小王子后来就觉得受不了，他就到各个星球去旅行，然后在这个星球旅行他到好几个行星，老师这里举的几个。好，第一个行星是有一个喝酒的人，然后小王子问他在浇花吗，因为他喝酒跟在灌水一样，然后这个人说没有，我在喝酒。然后小王子问他你为什么喝酒，然后他说他要遗忘，喝酒可以遗忘嘛，遗忘压力。然后小王子再问说你要遗忘什么，遗忘我的耻辱。然后小王子再问说你有什么耻辱，他就说我以酗酒为耻。刚才听得懂吗？这样就无解了嘛，就是你要遗忘某个东西，你要用那个东西 来遗忘，所以无解。那也就是听起来你年轻的时候看不懂，我以前怎么看都觉得这本书都看不懂，长大之后还慢慢懂，开始在那边喝酒的时候就开始知道遗忘这件事的严重性。然后他跑去一个喜欢统治的国王，然后他跑去一个整天在算那个星星的数量，他在算数量算星星，然后他把星星统计起来之后，他宣称他